我们现在吃完饭了，我们准备去旅馆附近的海边坐一坐。人家那个公公是 Hello， 嗨。5:28，你看这个特拉维夫这些人啊，多繁忙，因为是他们的那个holiday。特别喜欢以色列这种街边这种公共设施给大家休息坐的地方，因为它设置的就是说特别密集，所以特别好。大家休闲全出来的话，随时走在哪都可以坐下，知道吧？我们俩就是从前边的那个口走出来，然后向左拐，前面是大海，然后我们再往右走，可能就是我们的路线。这是咖啡 flavor， 买了一个 cup。 以色列的机场，特拉维夫机场，8:00到了特拉维夫机场。现在说说有一个什么小插曲，看这队挺长的。以色列特拉维夫，我们一进机场呢，他先排一大长队，但是他效率挺快的，就查一下你的护照，问你的东西是不是替别人带的，然后让你摘口罩，对一下护照上的照片， that's it。然后呢，你就要排一队，你要是 premium member， 你排 premium 的 line 或排那 regular line， 因为它没有就是说是专门的 bag drop line， 所以提前在网上办 check in 好像没有特别大的优势，因为不管如何你还是要排那个正常的队，跟那些没 check in 没在网上提前 check in 的人排一样的队。这个同样的话，我们现在就是要过安检了，过这个安检的话，我想我那水就应该扔掉了。之后呢，就是过那个安检。安检第一档，他就是看我那护照后边有一个八扣的，他们 scan 一下。现在的话呢，就排队过一下行李。行李过完那个 security check 以后，他就又让我们把护照往那儿一压，又给我们照了一张照片，就出门了。最后一道 passport control。我是从对面过来的，我的 gate 是 B6。